急性的肠胃炎。超三演唱会，王心凌暴雨，张韶涵肠胃炎，直唱四首，全场怒喊退票。昆山的朋友，你们好吗？现场的你们好吗？王心凌、张韶涵昨天参加中国江苏昆山举办的拼盘演唱会，但雨中两人惊艳表演，没想到状况连连。后面的声音，你们知道什么叫准备吗？今天的只有两个声音，先在这边跟大家打招呼。好多人啊！虽然今天下雨，对不对？大家辛苦了，好吧？我们要用我们的热情，好不好？希望用我们的热情让身体能够暖一点，希望我也可以带很多温暖给你们。不知耳麦出问题，现场音响设备根本烂到炸， Cindy Baby 的声音完全出不来。说声对不起大家，我今天就在刚刚下午的时间得了急性的肠胃炎，然后可能我今天的状态不会太好，但是也让大家在现场等了那么久，先跟你们说声抱歉。超过2小时，结果张王只唱四首歌，李唱七首，超过一半时间是不知名歌手赛场表演。淋着大雨，加上音响烂炸，观众觉得被诈骗了，怒喊退票。我们到现场之后，驻唱嘉宾他们的演出时间其实加起来还要比这三位著名的歌手演出时间还要长。我们花了1380一张票，是来看这三个明星的，而不是说来看其他嘉宾的。这个其实是导致大家退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是主办方他整个的设备影响，包括歌手的耳返都存在很大的设备问题，也导致现场大家齐声喊退票。